那你看离合器那个皮的宽度为什么不做跟碗中它原厂的那个一样宽啊？我是说你那个皮，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如果以后它如果要换回原厂还是怎么样的话，那碗工不是也要换掉？因为它磨就只有磨一边而已，对不对？没有录到啊，是啊，那我看看，看来有什么地方可以。这里车算市区啊，哦，车很多。现在这里也可以退骑了，没有这样过来啊，这样可以了。还好啊，蛮顺的。如果说骑了一段时间以后，会不会就衰竭？这样对了。